嘿呦，大家好 ，Good morning from Tokyo。OK， 那今天呢是第二天，我们在这个的东京新宿。那什么都不要讲，先一肚子先。第一餐我们就来到这个的东新宿食堂。Let's go， 看我们看有什么东西吃。哇，一进来就看到很日式的那一种的感觉的那种餐厅，你可以看到。所有的食物呢都有非常清楚的价格，那你们想要吃什么就拿，然后才算钱。哇，而且种类很多啊，你们可以看，看起来都很想吃，每一份都想拿，怎么办？哇，还有冷的，那所以泡菜哥先一肚子，待会我们再带你一起走透东京。OK，Let's go。哇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呢。Let's go。先还钱，不然不用吃。好啊，这个就是今天啊，包扎哥这个的早餐呢、啊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有一片这个 acrylic 是什么呢？其实呢，这边他们很注重这个的卫生的，就是你看是同一座，但是呢，可以四个人不认识的同时，然后是可以一起用餐，但是就是为了卫生跟安全。那大家看着我吃是非常安全的。OK， 所以我就很饿了，我们先吃，那待会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，我们再玩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买到这一个的票啦，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一站上野。OK， 然后我们过后会去千草寺。OK，Let's go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东京日本第一趟的 MRT， Let's go。 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一站的上野。 OK， 然后我们要换线，我们要转线。 Let's go。现在转换线，我们今天要去这一个的千草。OK， 所以我们在等 MRT 来呢，等一下我们就过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到了这一个的千草寺这一站了，非常漂亮，可以看一看。好，那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的人力车的总站吧，应该是。然后还有价钱，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价钱。You want to ride the thing? Sorry? Do you ride the thing? Very handsome, you think? 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啊，在这边排队要就是会用人力拉每一个人的。OK。所以有兴趣的可以来到这边。 OK， Thank you。 OK， 看到吗？看到吗？ Yeah， 哇，看到吗？这个是非常特别的，然后可以坐着这一个人力车，然后呢可以拍照。然后呢也可以就是他们会拉着你们走哦。欸，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色。 OK， 看到吗？真的是人力拉哦。好，那我就是有看到一样东西，就是有一家店
好多人排队，不知道是什么，那我们去看一下。不知道是麦克风，我们买一个来试一试好不好？好，到我们呢。你还不要回去？哎呀，算了。好，我们注意看到这个东西，不可以一边走边吃，然后有就是特定的吃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来。哦，大家要注意看哦，这边好多就是禁止，就是在这里吃饭，禁止在那边吃东西，所以还要很注意这个东西。哦，我们找到了，这边。所以是非常特别的，就是连吃都要特定的一个地方，让你们就是停下来吃，啊，不可以在路边一边走一边吃，是在这一条街是不允许的。OK， 所以我们要找就是吃地方，什么吃东西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先吃喽。好烫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它是有肉，然后，应该是葱吧，还是很香，好吃好吃，怪得那么多人排队。大家，我不想再隐瞒了，其实我在东京已经开了第一家店。就是这个了，爆笑四言会总本店。那在这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些非常可爱的这些的画像，那就好像爆炸哥一样，就是爆笑。OK， 记得来到东京要来我的店哦。OK，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，Let's go。